啊！你怎么这样跌倒？为什么要在这里？我来，我拿。跌倒不行，太重了。爸爸，你要拿起来，这个太重了。本来要给他拿在上面的，好。好，给你粘。不要了。放点牌来了，追到了。等一下。对呀，歪歪的赛道。这也是歪歪的赛道。我结果他卡住了，过不去了。哪里？在哪里？又跑过去了。